My sister gets the legacy and the bed free. Perfect. Yeah. I'm glad that you can taste today. A little bit. 今天和我妹妹做了酒饼，还给我先生做了个罗宋汤。酒饼是我的家乡每到开春时节喜欢制作的一种馅饼，它的主要原料就是韭菜、鸡蛋还有虾皮。馅料制作好以后，用汤面把它包起来，然后用平底锅把它烙成两面金黄就成了。 Did you both register? Yeah. Yes. That's very good. How did you find it? I checked on the map. Right. When you have your phone back, you can show me where it is on the map. Oh, yeah, yeah, yeah. 饭桌上我告诉我先生，我们今天办成了两件大事。我先生听了以后也一个劲的夸赞。当然能够找到这种免费的 COVID 的疫苗，也是我先生事先打电话询问过了，我们才知道有些药房是可以提供免费的 COVID 的疫苗的，但是哪些药房他并不确定。所以我今天在网上搜寻了几家，第一家去了没人，第二家去了以后就很顺利的注射了疫苗。 Oh, my sister got Moderna vaccine. Very good. 在注射疫苗之前，我们先在家做了一个核酸检测。 T 上面没有，因为只有在阴性的状态下才可以安全的注射 COVID 的疫苗。你上次打防疫针是啥时候？我最后一次打是10月份。我来看一下。问题你搜的这个人家这边人看不懂呀。你像我们打针都要把前面的那个都要给人家出示一下。哦，那就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说你是从中国来的。这是我们来到的第二家药房。药房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我们询问了以后知道这里有免费的 COVID 的疫苗，而且立刻就可以注射。随后工作人员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比如护照之类的。随后我妹妹就把护照递了上去，药房工作人员在电脑上登记了以后就可以为我们申领这支免费的疫苗。我妹妹都没想到美国的公共服务条件会这么好。之前她儿子回国之前做的那个免费核酸检测就让她感到很意外，而现在她却能在美国得到一支免费的 COVID 的疫苗，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美国疫苗。之后我们就要签署一些调查问卷。曾经您接受过山梨甲虫或山梨什么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没有 ？No。你在过去的90天内是否接受过？这里有将近20道题，主要是询问你的过敏史、你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过激性反应以及血液性的疾病。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免费的莫德纳的疫苗，但是呢，他们需要看我妹妹以前呢打过疫苗的那个记录卡，可是她没有带来，她只能在手机上查看。今天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莫德纳的免费疫苗。Oh, that's good. 也给一个，我们有个卡片，对。OK. 你看，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包包，你走哪你就知道这。So she cannot get another vaccine. No. Reason. So this is it. So this is it until they change the rules. So I'm betting they'll probably change it maybe sometime this year. But as of right now, she's not getting another one. So this is like it for now. Oh, that's perfect. Yeah, after the shot, just stay in the store for 10 minutes. This is to make sure that she has no like bad side effects. Oh, okay. 10 minutes.打完了以后，你要在这等上10分钟，看看有什么反应。嗯嗯 ，OK。我们也是等20分钟。
relax. Alright, there you go. Oh, that's good. 疼吗？没感觉。这里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成人学校，来打听这个英语班的事。因为社区大学的人太满了，我们进不去，所以在这里呢也有很多免费的英语培训班，我们可以在这里登记学习。非常巧的是，他们的班级下个月3号开课。我通过向前台的工作人员询问，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会了用手机在网上注册登录。这样呢，我终于可以为我妹妹找到一家很快可以入学的英语培训班。不管效果如何，主要就是让她来感受一下英语培训班的这种学习氛围。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